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贵州啊。去贵州干嘛呢？去找奶奶。那你不还是想奶奶了吗？那你还是不是把我实现不了吗？大家好，关于阿妈一个人留在贵州没跟我们一起回江苏这个事情，我原本是不想出来解释什么，我如果发视频多了，别人会觉得我拿这个事情在炒作，你们家一天到晚就拍这些负能量的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让它过去吧，只希望它能过得自由一点，过得自己向往的生活就可以了。有很多事情只有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才能懂，才能感受到。本来是不想说的，但是今天为什么又发了一期呢？就是我女儿昨天晚上突然哭着跟我说，让我完成她一个梦想，问了半天。生活节奏，我应该重新的调整一下。我们这两年待在家的初衷，就是陪伴孩子，照顾孩子，结果却被拍视频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。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的身上。钱是赚不完的，更何况我们赚的都是一些小钱。在孩子和赚钱的两者孰轻孰重，其实我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昨天看着女儿哭得那么伤心，我突然想到20几年前我和我妹也经历过同样的场景，就是那种喊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的那种感觉。像我女儿还好一点，她还有爸爸妈妈在身边。毕竟我女儿和我儿子最小的时候，她是和她奶奶度过的，看着她那么伤心，我也很过意不去。昨天我就让他两个小孩和我们两个大人挤在一张床上睡，我相信我自己可以重新的让他们相信我，依赖我。关于我妈这件事情，我该说的该做的我也做了，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去吧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